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科学可以创造很多奇迹，今天古代的易容之说已经不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，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技术，被称为塑形化妆。因生产步骤繁琐，制作工艺麻烦，所以一般都价格不菲，因而距离我们日常生活较远，导致易容术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神秘的事情。可是从今天开始，易容术将不再神秘，原因是最近出现了一种 3D 面部相机，拍拍照打印一下，当场就能拿到和真人一模一样的人脸面具，取名叫 Face Camera。据介绍，此相机是由硅谷科技公司 Bears 3D 研制，使用简单方便，只要通过 USB 接口直接与手机相连，打开配套的 APP， 听它的指示往下操作即可，让它从各个角度拍下你的脸，立刻就能生成你的 3D 面部照片。从外形看，上面装有三个高清摄像头，外接环形补光灯，很普通，主要是内部结构不一般，它配备了红外传感器来捕捉你的立体轮廓，同时内置色彩传感器能根据你的肤色选色。当然最牛的要数内置的激光投影仪了，它能精确扫描你脸部每一个毛孔，每一根睫毛，抓取完数据后，通过 3D 打印机就能打印出一张逼真的人脸面具。此时或许会有人问，功能如此强大的相机，售价一定不菲吧？实际这款相机官网单价约合人民币3126元，还算实惠。缺陷就是这款神器只限定于几款安卓设备，但我相信这样的问题将来会得到解决。如果你只是想用来玩耍，此神器已值得拥有，切忌违法行为，你说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